这档案我们要看 arcsin 的微分、啊、那这个例题是叫我们微分这个 arcsin 根号 x、啊、那么我们就使用刚才导出来的这个公式、d arcsin u， 那么它微分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根号一减 u 平方分之一 du，我们就使用这个公式就可以哈。那么 dy 呢就是把 y 微分，也就是要微分这个 arcsin 根号 x 哈。那么我们比对一下哈，这个 u 就是根号 x 哈，这个 u 就是这个根号 x， 所以替换一下哈，它微分之后呢比照上面这个式子、哦、我们就得到呢它会变成一减掉根号 x 的平方分之一，然后再 d 根号 x， 再 d 根号 x。 那么根号 x 的微分呢，我们这边稍微复习一下、哦、这个根号 x 呢微分的时候我们是把它看作这个 x 的二分之一次方，那 x 的二分之一次方微分以后变二分之一 x 的负二分之一次方，那这个负二分之一次方呢表示是在分母开根号、哦、所以我们可以把负二分之一次方写成根号 x 分之一，那因此呢这里这个根号 x 它的微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成这个二分之一根号 x 分之一，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。那前面这个部分呢，这个一减根号 x 的平方就是 x，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次序稍微颠倒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呢它最后微分的结果就是两倍的根号 x 再乘上这个1减 x 开根号分之1。